指挥官，整个大陆都快被深渊怪兽攻陷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封印之门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，封印之门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不好，有埋伏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指挥官，请拖动连锁闪电对敌人释放。指挥官，你的魔法卡牌真厉害啊，剩下的小杂鱼就交给我。愚蠢的人类，深渊之门已经开。竟然是龙巫妖，我们必须战胜他，关闭整个深渊，不然世界就毁灭了。指挥官，大家当心，圣光守护我，可是活了上千年的怪物了。大缺手，人剑合一，分身斩。妖虫小技，去死吧。太厉害了，天玄法师，我野货，你快带着指挥官走，活着我们才有机会。来了就想跑，你们把我邪门奥古斯特当什么了？指挥官，快掩护我，请拖动我要释放时空传送法师对敌人释放。指挥官，你回到过去的时空，去唤醒所有的魔法卡牌，召集大陆的英雄，一定要阻。狡猾的蝼蚁，以为回到过去就能阻止我了吗？指挥官，赶快去英雄酒馆里招募共同战斗的伙伴吧。忠诚即荣耀，守护即使命。恭喜得到守护骑士的青睐，战队的前排指挥官，点击冒险图标，我们就可以出发去世界地图了。小心，有怪物扑过来了。每个冒险区域都充满了危险的怪物和各种奇遇哦，我们开始探险吧。指挥官，使用星火树魔法卡可以对单个敌人造成大量伤害。勇往直前。让莎莎女王来告诉你，这是魔法卡图鉴，神秘的魔法卡，听从指挥官的召唤。只要达成解锁，未知的冒险在等待，快来试试新解锁的魔法卡连锁闪电的威力吧。来吧，指挥官，我来教你怎么给你麾下的英雄们选择英雄生。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奔跑吧，天玄。英雄升阶后将会变化颜色，属性也会得到大幅提升。继续我们的冒险吧，指挥官。
魔剑，击穿！来吧，暴风雪！勇往直前！到达关卡星级奖励，就可以领取对应的宝箱。梦的七弦琴，弹奏生命的乐章，让我们前往魔法秘境一探究竟。指挥官，这里是封印魔法卡的神秘空间，解开封印就能获得魔法卡。魔法秘境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，愿好运伴随着你。巨龙的龙蜥树魔法卡拥有强大的群体伤害，小心。勇往直前！我已经感觉到魔法卡就在前面，快去唤醒它吧。打开魔法秘境宝箱，就能获得被封印的魔法卡了。点击切换按钮，进入下一章节，继续我们的冒险吧。指挥官，请拖动龙蜥树对敌人释放，让敌人感受群体攻击的威力吧。勇往直前！